我们就会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用我们的眼睛记录下美景。但是呢，女生呢就是拿着手机到处一直拍，说好美哦，好美哦。但殊不知，我现在看到的才是最美的风景。我们到了，巴黎到了，而且这边有新机场。好不一样哦，真的好不一样哦，变大好多、哦，变大好多，而且更现代，因为以前的还是旧的，对，整个非常的现代，然后整个的动线我觉得都非常好，嗯，然后你看对面那边好多在接人的，全部拿了一堆牌子在那边，对，你看到超多的，我们也要去坐我们的车子哦，啊。Kisses and heartbeats don't know how to lie. And how to lie, how to lie, how to lie, oh no. How to lie, how to lie, oh no.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我们才刚到了巴黎啦，有没有这么晚进来迎宾的？请问一下柜台还有人吗？有，这个时间大概剩下他们的警卫。我们让大家去看一下晚上阿迪拉斯的房间。Because maybe fate is the match of the world. Just two random passengers caught in the world.Send two heartbeats and twine in a curve. Cause kisses and heartbeats don't know how to lie. Wow, 这是我们吃早餐的地方，这也太漂亮了，超美的，真的。现在啊，我们有一种让大家看背影的感觉，因为我们觉得背影真的太漂亮了。这个好美，好美哦。你现在在这个景也没干嘛，就觉得很好看。是因为人吗？是因为景。是因为人吧？是因为景。你不用做任何事。那我跟你讲，如果是这样子，你把手遮住镜头，然后再打开，你看这样好不好看？好。好像真的有差哎、欸，够了，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因为人？好吧，人占20分，就是因为人，景占了80分。哇塞，感觉就是就这个景，你就在那边也没干嘛，就吃东西，就觉得就跟你说不是景是人，整个帅到一个炸裂。还好看，归零。对啊，我就跟你讲是人的关系没。好漂亮哦，王府啊，真的好漂亮。Oh my god！ 然后王府，你真的好帅哦。好漂亮哦。厉害啦！哇哦！哇！哇哦！这，哇哦！这个。这个是三房的 villa， 我的妈呀！哎，这个你就会为了想住这一间，很想要带家人一起来。你这组，给大家看一下比例尺。对啊，你看哇，在这个空间也太舒服。这是一个房间哎，这不是一个 lobby， 这不是一个花园，这不是一个休憩，这就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外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通通都是属于你的。我们待会去看房间，我们现在先去看。很想要冲到泳池，因为我远远的已经走好久，然后我已经看他的泳池了。哇哇，这个泳池，哇，这好大哦！这个真的就是家族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一些好朋友、3-5好友大家出来哦，这真的是，这。基本上你就大概整个可以在房间里面，因为它有用餐区，对，然后它有一个好大的客厅，然后在这个泳池，这比我们房间的泳池再大上大概有3倍哦，有哦，我们房间大概290平方米，然后呢这个房间呢是
3000，足足就是有10倍大。你是不是会为了想住这一间，然后就想约朋友一起来？这一定要约朋友的啊！这个朋友来，自己在这里面待个3天，我觉得哦，哇，太舒服了。然后这外面就直接哦，有自己的凉亭。我觉得阿丽塔的凉亭设计就是非常棒的凉亭，为什么？因为它让你有跟外面有稍微的隔绝的感觉，但是它的光线呢是完完全全可以透进来，然后视线也不会被遮挡。对，然后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在这个凉亭下面的感觉也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用这样介绍的方式无法呈现这个空间的美感。那要怎么样呈现？我觉得阿丽拉，我们就来办一个情人杯网美打卡拍照大赛。一定要大赛吗？我们不能分享，就是绝美十张。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都嫌我拍的不好，然后有时候我也嫌你拍的不好。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标准，啊、今天就你拍我，啊、然后我拍你。哦，好。我们就把阿丽拉各个角落拍下来，让大家看。好啊，来啊，来啊，来啊，谁啊？要拼就对了。那我们就看一下，到底是 Zack 摄影师比较厉害，还是 Chin 摄影师比较厉害咯。已经累了，就躺在那里睡午觉。安妮，你累了吗？我累了。宝丽达，慢牛，那你、你在里面休息，我去游泳喽。好。好，拜。The crash has been the first and hasn't been the last, 'cause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from any other old school dating institute. 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nd everyone is looking like we're crazy people just escaped from the loom. Sometimes I feel that you are from another planet.The way you attract is more disasters like a magnet. And I don't know if you are from outer space, but I can tell you, girl, I'm enjoying the race. Because I knew when we hit and crashed, my crazy love circus was here at last.这整个看到心情就超好，好喜欢。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nd everyone is looking like we're crazy people just escaped from the room. The way that you talk, the way that you move, you make fun of me while I make fun of you.We always fit, precise as a glove. I really enjoy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Oh, oh,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哦、我们现在来吃晚餐，然后呢是在他们有一个在2楼高的一个阳台，然后这边的晚餐，哇哇老婆老婆，哇，好浪漫，好浪漫哦，这也太漂亮了吧，哇，这感觉好棒哦，这有一种真的会。很幸福的感觉，我真的有在过 honeymoon 的感觉，真的真的哇，这些蜡烛灯呀好棒哦，好美哦，
我好期待他的餐点哦。我也非常期待，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都很好吃。我觉得他这边就算给我吃葱油饼，我都会觉得很幸福。没有，因为光这个空间，我就觉得很。啊，你们没有葱油饼啊？啊，不好意思。他在这边就算给我吃包子，我都觉得很幸福。酒什么味道变了？变了。对啊，因为亲完你之后，它变甜了。干嘛害羞？干嘛害羞？爽成这样，干嘛啊？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要按掉。你干嘛害羞？你是不是想要按掉之后亲我？撩到了，叮咚。居然这么有精神，而且这么早，因为我要去哪？这个早晨太漂亮了，我们要去海边做瑜伽。可是现在厉害了哦，我们不知道瑜伽在哪里。对啊，我们可能要问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在那边，我看他们是我昨天比是比这个角落，对。哎，我们真的是现在是登山人，所以我可以那么早起。如果以前度假，像我就是。6:50起床，就会觉得说就是啊，冰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进去快点，嘘，我会听不懂的，那你看得懂动作吧？Sound of a kiss we stole from the night, the self-dressing heartbeats of love at first sight. Perfume is drifting in the cool breeze, dance of two hands eager to meet. A kiss and two heartbeats wing out on the street.第二顿早餐吃完，我们就要去下一个饭店。嗯，好舍不得哦。真的好舍不得，可是我也蛮期待下一个饭店。这次的饭店应该都很不错，因为我觉得 Maggie 严选避暑佳作。我觉得我们早上起来做瑜伽很棒。我觉得早上做完瑜伽以后，整个身体有那种身心灵完全放松，然后伸展，然后整个你看不管。哪个角度你都觉得，哎，这个角度刚刚已经暖身过了，就全身都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一整天的开始这样子。而且因为很早，就会觉得今天的时间很，就是感觉比较充裕。一整天的开始，很舒服，很棒。然后看着这个海，然后听着这个海浪的声音，嗯，好舒服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到巴厘岛第三天，心境开始有放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从我们说话的速度，
说话的音量跟 tempo 有，对不对？嗯。第八天，你知道你会看到什么吗？多慢？你会看到树啦，吃早餐。我觉得是到第八天之后，说话量会越来越少。哦，越来越不想讲话的。因为就是放松啊，你整个在享受那个氛围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来巴厘岛的话，我觉得找到一个非常好当地，然后可以让你安排一个非常舒服行程的旅行社，真的很重要。嗯，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相关所有的行程的话，在底下资讯栏会有资讯，或是你们可以上网打佳美旅行社，怎么样？不是，好像不是佳美，是佳美啊。哦。你为什么老是记错，然后老师还要质疑人家啦？我怎么记得你昨天就说佳美云仙小馆，你给人家讲成鱼仙小吃？为什么现在翻旧账啊你？我不是翻旧账，我是跟着所有观众朋友们一样的思维。干嘛翻旧账？就是佳美旅行社。你确定就好。哦哟，各位救救我代菜啦！欢迎说什么芝麻名医啦，然后欢迎什么决明子啦，欢迎易信啊，这些相关的常常可以多多的帮助他。哎 ，Morning，Thank you，Thank you， 你也我喜欢 ，Thank you，Thank you，OK，Thank you， 耶、yeah, ，我们早餐来了。我俩的默契是你吃肉我喝粥，平凡夫妻的鸡毛蒜皮小事也都会有，平凡的手牵手就这样相爱着、啊、才眼界里扫地输了却叛逆，说带着情绪沟通有些细，偶尔耍小脾气我都会避忌，耶耶耶耶耶耶。二十年中如意，个性调皮，装好不太美丽却显得亲密，依然爱笑的你总让我放心，平凡夫妻平凡啊，平凡夫妻平凡夫妻，到底是福还是祸，平凡又风趣，藏在甜蜜情感中，平凡夫妻的浪漫不需要鲜花和美酒，细细品尝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成为夫妻，也许只剩碗热粥，我俩的默契是你吃肉我喝粥，平凡夫妻的鸡毛蒜皮小事也都会有，平凡的手牵手就这样相爱着、啊